4月22号，张智霖在网上晒出和儿子魔童的合影，并配文写道 Happy Holiday。 照片中张智霖戴着墨镜开怀大笑，魔童则微笑着看着眼前的爸爸，父子俩穿着短裤坐在海边的长凳上。有网友表示，魔童侧脸像极了妈妈袁咏仪，而没有出镜的亮亮大家也开始猜起了他的踪影，纷纷猜测父子俩这么温馨的照片肯定是出自美妈之手。自从与张智霖一同参加芒果 TV 热播节目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后，夫妻俩甜蜜的日常也是羡煞一票网友。做我们最喜欢的活动了，烧烤的最后必须要用一个棉花糖来结尾，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了，因为有时候味道也是一个记录了，棉花糖也是一种我爱你的表现了。会不会等到明年都没得吃？好的东西是需要时间来熬的，好吧？但你想到那个 barbecue 已经有进步了。真的？对对对对。你觉得我这块烧的好不好？非常好，我给你，这就是爱啊，就是爱，就是爱啊。麻烦了，没事，赞助了，我去洗头吧。啊 ，OK， 那这个。约会的地点不错不错，满意吗？很满意，很满意。幸福吗？这个满意，这个不能跟幸福。甜不甜？甜。甜要一点表示吗？喂，你太好了！芒果来新闻，这一家三口简直是超级幸福的呀，巴达。